节目开始之前插播一条广告，中文版的18Tone艺术设定集已经在集合铺开启预售，喜欢的朋友可以去提前预购一下，能让自己第一时间拿到这本艺术设定集。啊，那么谢谢各位的支持，有关18Tone故事的节目现在就正式开始。说故事的，听故事的，无论是谁都是角色，欢乐的，悲伤的，不管什么都值得分享。集合网加丢 Story 献给喜欢故事的你们。欢迎收听加流 Story， 我是四十二。嗯，大家好，我是小光。哎，我们今天给大家讲讲这个 Splatoon 的故事。你听这个歌，就终于到了这个又是一个不敢太碰的专题上面。没错，对。然后，所以呢，我们今天请来了一位嘉宾，哎，然后他对 Splatoon 怎么说研究的很深吧，然后了解的也比较多。然后这位嘉宾叫月半，然后请做一下自我介绍吧。嗯，好，大家好，我是月半。哎，那今儿就来聊一聊这个 Splatoon 这个系列啊。今天呢，就是来聊一些 Splatoon 相关的一些故事啊。哎，对，很多玩家估计都没意识到里面有故事。是。对。然后 我觉得这个也跟那个未幼普及的不够多嘛，因为好多人都是从 NS 才开始接触的二代这个作品，然后其实他们错过了一个很好的作品啊。对。不过其实在国外呢，是有应该是有接近几百万的玩家是单独为了 Splatoon 这个系列。哎，我就是。购买了 Wii U。对。这样的玩家其实是有很多的。不过作为一个强对战游戏，很多玩家确实没意识到它背后有一个很就是很有条理的一个故事的。是这样，我觉得甚至有可能有玩家一直玩到现在甚至不知道有单机模式，因为他没有提示有单机模式。哎，对，你要不主动去往那边凑，对对 对, 对, 对，就不会往那儿去。对，是的，就是像市面上很多射击游戏它都会有这个战役模式嘛。对，像 Splatoon 它也不免俗啊。对，虽然说它并没有使用那种很强的叙事，而是采用了一种马里奥式的这种对，关卡式的这种关卡式的设计。嗯，但实际上呢，它还是讲了一些比较完整的故事的。嗯，然后我们这期主要就是给大家梳理一下，对，这个，来聊一聊这个整体的故事是，对，这个故事这个世界都发生过一些什么事情吧。对，是这样。那好，嗯，该怎么说呢，这个首先啊，这个玩过 Splatoon 的，或者是稍微了解过一些 Splatoon 的这些玩家，应该会至少会知道这个我们在游戏中使用的主角他并不是人类啊。对，他是一只乌贼。哎，啊，当然也会有一些人认为他是章鱼，是吧？我们这期节目给大家掰扯明白到底是啥。对对对。好，这个实际上呢，这个乌贼啊是8万目的，章鱼是10万目的，一个是尖头，一个是圆头。这个最好还是不要弄反。这个对，我们到时候这个微博可以艾特一下《博物杂志》对，解释一下啊。好，那当然了，其实这个如果说这种竞技对战游戏嘛，嗯，如果他只有一个角色的话，就是其实他是乌贼是章鱼，其实挺无所谓的。对。但实际上呢，就是像我们今天要说的，他是有一段比较长的故事的。对，也就是说我们得把这个章鱼和乌贼分清了。对，先告诉大家都有什么东西。没错。对，好，这个刚刚我们不是已经提到这个在 Splatoon 这个世界观里面有乌贼有章鱼两种生物。它这个章鱼呢，就是其实它不仅仅是存在于这个 Splatoon 的世界观里，而且它和这个乌贼们是发生过一次大战的。就是很关键的一个阵营。对，是是是，他们之间发生过一次很大型的战争。但是为什么打呢？这种在海洋生物学里面，嗯，这个乌贼和章鱼他们也是正常的，就是有这个相互就是竞争领地的这个习性，它是有的。哦，是的，它是有这种习性的，就是在这种应该是说在这种奇异的世界观下，它这种保留了这种生物的本能吧。嗯嗯。在这里面说一下呢，就是今天呢，我们是并不会直接就开始讲这个大战的部分啊。对，咱们先跳过大战的部分，我们从初代斯普拉洞初代的故事开始，就是在那个广场。对，那个时候我们能看到一个那个在下水道里，对，有一个老头，然后你一走过去，他就嘣进去了，就是那种。然后我要讲这个相关的这个故事。对对对对对。哎，对，是没错，他们其实
当时打，其实这边也可以说一说，当时打是怎么打呢？是因为他这个乌贼和章鱼他们其实是不能下水的。啊，在这个世界观里，乌贼和章鱼是不能下水的。但是为什么不能下水？我们放到下一期给大家详细解释。对对对，我们这一期只讲故事啊，除了这一期，还有一期关于设定世界观的内容。然后咱们在下一期再聊这些事情。这个反正就是为了争地儿嘛，两个就打了起来。反正最后结果也就是章鱼他们输了。那输了怎么办呢？那地儿没了，那就往地下住。对，就被人家赶到了地底世界去生活。由乌贼就生活在地表。对，是的，但实际上这个。章鱼们的科技啊，是一般是领先于水生动物世界，就是水生动物其他种族平均的差不多有20年左右的这个科技，非常先进是吧？对，是十分先进。但是它具体是怎么打输的呢？我们后面再谈。那好，这个反正这已经到这个地下去住了嘛。它这个在这些章鱼，它凭借着自己非常高的科技啊，在地下打了很多洞。这个洞与洞之间呢，是使用一种传送装置相连接的。就是游戏中那种。进去那对是就像水壶一样那个烧水那壶，啊、你钻进去以后不还、啊、是个管道，是个、是个传送的传送装置，对对对、哦，是连接洞与洞之间的哦。而且呢，他们为了模拟啊这个地上的生活，往日的荣光是吧、哦？明白，就是他在把整个就是地洞啊表面就是应该不该说表面啊内面啊、贴了一层屏幕哦。就说我们在就是单机模式里面，如果说你注意观察的话，就会发现就是你的天空它是有缝的。那个是屏幕相互连接的那，然后就从屏幕投一个天空，对，就是假装我们生活在蓝天之下啊、原来是这样啊，是的，没错。然后呢，这个、他们这科技够高级，对啊，挺牛逼的。但是你要这样想，他们科技这么高级，但是这都要什么呀？要电呢？对对啊、要能源，是的，这。战败也多少年过去了，嗯，这个乌贼章鱼们反正现在也是相安无事哦，但是有问题就是。章鱼们它现在已经是在这么高科技的这个状态下，它需要很多资源去支撑这个科技的正常运作。但是现在就是遇到一个情况，就是终于他们的这个能源接近短缺的状态了。电力不足了。嗯，对，实际上这个东西，如果说一些玩家如果在英雄模式，也就是单机模式下，去寻找过一些相关的要素的话，对，就是那个收集要素，对，应该会看到一则新闻，对。就叫能源省，能源省就是日本的一个，对对对，就相当于是一个管理机关。管理机关，就是他就是有提到这个，预计他这个今后的电力状态会进入更加紧缺的状态。章鱼他们也是有行政部门的，章鱼那边就着急了。对，那个能源省说我们这不行了。对，这个地下巨蛋，这个地下巨蛋是他们那个名字，地下巨蛋的这个，老化已经非常严重了，就是预计他这个今后市民的生活会就更加的这个那肯定、一没有电，所有对本来所有都不行了呀，对啊，对啊，生火嘛。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在章鱼军团里面站出来了一位，那不是偶像啊，是将军哦，乱世出枭雄这种感觉。那是，但是这个将军其实以前也就是将军了，他就是现在其实在这个现代社会啊。是并没有这个将军司令这种头衔的，对他们来说、就是他们其实并没有一个非常很严谨的这种就是阶级关系，对对。然后所以呢，这个他这个将军的名字叫什么呢？叫章鱼和佐将军、他用日语该怎么说？塔科瓦萨、塔科瓦萨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如果你加一个音的话，瓦萨比，瓦萨比是芥末、塔科瓦萨比就是芥末章鱼，芥末就是章鱼蘸芥末，对。哎呦，太吃了！对，这是吃的，而且这个制作组估计也是故意的，就是那个你如果注意的话，它这个章鱼它两个手里面打人拿着是生的芥末，对，那个就是拿芥末一直在那儿磨那个打碟，挺香的，对，所以说是这样的。那好，这个章鱼和佐将军呢，决定去乌贼的世界，把他们的一种叫大电池鲶鱼的一个重要能源。对、这个虽然是鱼，但是也是电池。对，是鲶鱼嘛，对吧？对，它能发电嘛？能发电，大电池鲶鱼和一众这个小电池鲶鱼啊，对，就是偷过来，偷到章鱼的世界里面去用来解决这个能源问题。对，它这样的话，就是那个乌贼的那个世界就没有了这个电。对，是的，但是实际上，这个乌贼们对于这件事情，它其实是体现它是有通知过的啊，就是章鱼和佐将军其实提前是有通知过，不过乌贼们好像是。已经完全把章鱼这回事儿给忘了，因为他们一直生活在地下。哦，然后而且乌贼自己活得也挺有滋有味的，而且忘记。咱们假如说按游戏来说啊，就是你一上来打快速匹配、打真格或者怎么样也好，你只要不去碰那个单机，
你就没有见过这个，那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对哦，大家活得歌舞升平的是啊，对，根本就有这东西吗？好像没有，没有这东西。对，所以当时他黑下来那个就是大电视啊、哦，那电台、嗯，那大电视，对，那个开始播自己的那个 DJ 的音乐的时候啊，啊、哦，就他想是宣战是吧？对，他是宣战的啊、哦。但是这个章鱼们是怎么想的呢？我们来宣战了，对，是我们要去侵略你们了，我们要再次发起战争了。但是对于乌贼们来说，感觉这好像是哪个新兴的团体来这个宣传自己歌还挺好听是吧？那挺好听，还获得了很多 hardcore 的这个粉丝，你知道吗？我跟你说，这个就跟在涩谷，你在那个等红灯的时候，在涩谷那个很繁忙的那个十字路口，你等红灯的时候，他们日本会有好多好多广告嘛，哦，然后你就看一眼说啊。有这么个东西，这挺好听的，就拉倒了啊！对，就这个，对，或者在新宿歌舞伎厅那个口出来那边那块大屏，也是偶尔会放一点歌，放一点新闻啊。就没想到，就是他们你会在意吗？你不会在意的。将军宣战一下，然后大家就这样过了，就觉得挺好听了。对对对对，就这样。然后这个到实际他们行动的时候啊，把这个大鲶鱼偷走了，嗯，小鲶鱼也偷走了啊。但小鲶鱼小啊，对啊，你发现不了。大鲶鱼那么大，但是你想一想，它叫什么？它叫大电池鲶鱼，它是一种生物啊！哦、它本身就会动啊！对，它会跑啊！啊、哦，就是说正常就是它不盘在电视台上了，就是说啊、哦，它今天估计又跑哪儿去玩去了、哦，就是新闻上给你提一嘴这个。对，大电池鲶鱼它现在不在电视台上了，然后就大家就哦，对，就仅此为止。就是其实这个我觉得也是制作方反映日本现在社会的一种状态吧，一种慵懒放松的状态，就是大家不会太在乎跟自己不相干的一些事情，我觉得是的，是这样子一个情况。然后就反映在这个Splatoon的世界观里，就可能这种已经是日常了。对对对对，对于他们来说，其实大电池鲶鱼走了就走了呗，就走了。而且其实讲什么电力能源什么，其实和我们讲核电站一样的，和你有什么关系呢？对。就是这样一种态度，这种生活态度，就是乌贼的那种生活态度。是的，就是挺无所谓的。明白。那其实怎么说呢，他好歹是个电力能源啊，总会有人要在乎的、啊、是的。所以这个时候乌贼们的阵营里面也站出了一位、嗯、也不是偶像，是司令啊、哦、也有一个司令啊，将军队司令、哎、那是、哦、他这个名字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叫甘油鱼司令啊、哦、也是他的名，他的日语应该怎么念呢？念这个阿塔里梅，阿塔里梅是苏鲁梅的一种这个避嫌的这种说法。对哦，但苏鲁梅是什么呢？就是鱿鱼干啊、哦，都是吃的啊。它其实就是去掉一些音或者怎么样，然后我们不是直接让你的去联想、那个啊，直接，但是能看到它，能知道它梗的是食物。你一看你就知道，你一看到它的时候你就知道。如果是日本人的话，一看就知道。哦、明白对。对，这个时候呢，就是他这个司令啊，嗯，他有一个小队，叫 New 新的无恶部队，无恶部队、啊、就是个特种部队。对，无恶嘛，就是没有、哦、没有下没有、就是、下巴就是这种骨头，就是类似于乌贼章鱼这样子的对外星生物啊，叫无恶部队啊。是新的乌俄部队，当然肯定是有老的了、啊、老的怎么回事呢？我们以后也是后面再说，是吧、啊、对，我们不着急啊。对，这个司令就是一代里面我们能看到站在广场上那个老头、哦、就是他是吗？对，就穿个背心感觉就是很普通破破烂烂的那个，只是很普通很和善老头。对对对 对, 对，这里面提子他手里面拿的那个拐杖，对，是个武器。哦，是怎么说，应该说是一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最强的武器。哦，这老头很有扫地僧的范儿。是的，他那个武器最强是可以一发 99.9 伤害，是那个一个狙击枪一样的武器。对，哦，竹冲叫竹狙，一般叫竹狙。哦，一发 99.9， 如果说你踩到一点墨水，直接一发把你带走。哦，而且突击性能特别强。哦，就是这个老爷子其实是这个。是的，没错，这个他身上其实还是有一些徽章的。对，哦、勋章的。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他那个帽子也是军帽。啊、哦，对，是啊，就是只知道有这么一个设计，没想到这老爷子如此之强、啊。那我再给你说一个、啊，他那个帽子上那个 logo，、啊、就是他那个厂牌那个 logo，、嗯、他那个大王乌贼以外还有两个，就是他那个拐杖的枪。哦，对，这个老爷子也是叱咤风云，是吧？对，曾经叱咤风云的一方诸侯、哦。所以现在才能组一个这个无恶部队，一个特种部队，是吧？对。但是他这个组的这个无恶部队呢，比较尴尬、啊，他只有两个队员。啊、哦，但是两个队员呢，还都是他孙女。对。他们就自己组着玩我的感觉。当然这个更尴尬的是他这个两个孙女呢有工作，对、哦、是个偶像组合。哦，他工作忙啊。对啊，这哪来时间拯救世界、还兼职特种部队，还得发新闻呢。还得发新闻呢。对对，没有时间来拯救世界。对，那怎么办？就是说他现在就一个光杆司令。对啊，而且你再想一想，这司令这也是好歹当年也参加过大战的，对对不对？他这年事已高了啊，现在也老了，也不行了。你看他就对、啊、那个样子动不起来了，是吧？
对，太危险的动作你让他做也不好，这老人家了什么样，对吧？这所以说，但是这个鲶鱼你不弄回来也不合适。对、啊，你不弄回来这个没电了，早晚就没电了。乌贼的世界也是要出问题的、啊，对，有道理。对，那你这怎么办呢？哎，这个时候玩家开始出场了。对啊，就是我扮演那个一代我扮演的那个初代的玩家，为什么叫三号啊？就大街哦。一号二号的孙女，对啊，然后大街上拉了一个路人，就是三号，对，说小伙子，看你骨骼清奇，要拯救世界试一下啊！哎，对，那他就是每天就是偷偷的蹲在那个下水道上面、那个，就看哪个倒霉蛋现在没事干，往这个下水道下面看一眼、啊，看一眼，去逛一逛，哦，对，然后拉来了，然后实际上确实就是你这个玩家，你当时其实你什么也不知道嘛，对啊，你也。游戏也没有给你提示，我就看老头下去了吗？对，你就闲着没事干过去看一眼。对，那我也下去看一眼。对，然后你就是那个倒霉蛋。哦，然后我就成为了这个无恶部队的第三位特工，是吧？对，是、啊、听起来还挺帅的。你听着帅没有用，是干的都脏活累活，是吧？不是，就你一个人，就你一个人、啊，是是是，你是唯一战斗力、啊。对，孤胆英雄是吧？那是啊，而且你想，别人都不知道你救了这个世界。对、哦，然后你过来，你要跟整个地下世界的章鱼们做对抗，然后再把这个电池给拿回来。而且其实当时啊，你作为玩家是第一次进这个游戏，对不对？对。其实作为乌贼，你是第一次从乡下进城，是的，你刚进城，你就要开始拯救世界了。啊、哦，就是你还在那逛的时候，还挺好奇的时候，就被拉去拯救世界。对，挺好的，是这样的一个设定、嗯。所以好多人一开始没有发现说初代有这么一段故事啊，或者怎么样，其实。也是有一定原因的，对对，就是有人问我说，一三宣传上那段，我感觉好像没有见过，一直跟玩家打，对，确实是是没有的啊。它整体上这个叙事其实跟玩家行为正好还合上了，对对对对。然后呢，这个时候开始啊，就是个剧情就开始，开始发展了，是吧？啊、正式开始了。对，这个我们玩家作为三号是这个无恶部队的这个新无恶部队的这个。第三号也是兼唯一战斗力，要去这个把所有的。小电池鲶鱼以及那个大电池鲶鱼全部从章鱼的世界里面夺回来，但是怎么说呢，这个电池鲶鱼啊好歹是重要的电力能源，对啊，是吧，这个肯定是有重兵把守，对，确实是啊，对，所以说这个初来乍到这种就是新人的物质新人来说就是其实确实挺难的，而且不用想也知道这个大电池鲶鱼一定最后是有这个他那个将军，对对，让他来把守，对不对？嗯，所以说呢，这个其实对于三号来说，就是对于玩家来说，战斗还是挺重的。嗯，对，所以好多人打初代其实觉得游戏有一点难。对，单人单人模式其实还是相对来说困难一点。对，而且当时是只有一个就是小绿 Sprashoot， 对对，只有这一个武器。对，是不让你换其他武器的。啊，当然，其实这个武器它性能很强的。对对对对，还能升级。对对对，它升级之后那是真的强。是。好，这个怎么说呢？但是。虽然说呢，这个对于一个新人来说，这些任务是比较沉重的、嗯，但是在这种危机的时候，即使孤身一人，对吧？也要去，也要挺身而出，这样就是英雄嘛，对不 对？对，也正好叫英雄模式。对，哦，所以这个叫 hero， 哦 ，hero mode。好的啊 ，hero mode。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个章鱼们的世界里面，其实章鱼是不能喷墨的。哦，章鱼不能，章鱼是不能喷墨的。哦，所以他们用那些，他们的都是。人工造的啊，应该说章鱼工造的这个墨水啊，用科技来弥补。对，那都是紫的啊，都是紫色的。嗯，所以说你如果在一群紫在一片紫色的墨水中发现一个不一样的墨水的颜色，那一定是三号，一定是啊，一定是三号在那儿啊，一定是一位乌贼的战士啊。对对，是的，没错。说到这一点的话，其实我觉得一些玩家应该是会意识到一点，就是现在乌贼们其实过得很好，对不对？对对。歌舞升平，对，现在章，但是章鱼，你想想那楼上潮牌店，对啊，一个个开的，对，穿小衣服的一个，对吧？他们每天就跟在元素一样，对啊，是啊，对。但是你想一想，这个反过来想想，这个章鱼们，对，电也没得用，对，老化也那么严重，对，市民生活都已经到了啊这种程度了，很危急的时候了，对，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你想一想，这当时是谁把他们赶到地下的？对，也是乌贼。对，你想想这个这样的话，你这个不仅没有给他们这个一些帮助，对，你们还要把这个还要把这个抢回来。虽然说从理论上来讲，就道德上来讲，就、啊、是他先抢了、嗯，是我们的，我们应该抢回来。对，但是这个难免有一些不太、这个、不太合适的地方嘛。对对，但是实际上呢，这个甘鱿鱼司令啊，他也并没有那么无情啊。哦、对，甘鱿鱼司令，就这个游戏里面打归打，
战归战，抢归抢，但实际上还是留了一点点人情味儿在那个地方。啊、对，其实乌贼和章鱼嘛，在就是海平面没有涨，这个陆地没有就是缩小之前啊，嗯，曾经是有，就是大家地儿都有，很友好，就是可以就是正常交流的时候，是有过一段时间、哦、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友好交流的。嗯，就是说他们曾经也是好朋友，好好，曾经也是好朋友，所以说其实做的也没那么绝，知道吧？就是。嗯，每一次这个三号过去把这个小电池鲶鱼抢回来的时候，嗯，一定会把一个像小电池鲶鱼的布偶放回去。啊，对对，所以说你在玩英雄模式第二次打同一个关卡的时候，你收集到那个布偶，它不是那个鲶鱼，是布偶。对对对对对，如果大家仔细玩过能看到，如果仔细看过，对对对，如果说你打一个关卡打过两遍的话，对，确实你第二遍你抱的一定是一个娃娃，就是那种，它不是那个就是真正的鲶鱼，但是那个娃娃它是里面真的是有电的。哦，对，那个娃娃也是可以发电，对，还是把电还给他们，对，还是把电给他们，只不过是用一种很委婉的方式。对，就是我过去把东西给替换了过来。哦，哦，这个是谁放的？这个，这就是三号啊，就是你放的呀。除了你还有谁呢？哦，你第一遍打的时候，你把那个拿过来，然后你再放一个新的过去嘛。哦，那实际上就是相当于，然后你第二遍的打，相当于你这个那边没电了，你应该换个新的上去，给上个电池。哦，这。就相当于合理吗？这个解释合理，就相当于我这个甘鱿鱼司令其实也是想到了这一层，对，然后就派你去维，其实相当于维系他们的运作。对对对，对，实际上这个甘鱿鱼司令嘛，他现在是在他那个下水道啊，是连接乌贼和章鱼的这个一个唯一通道，对，这是一个传送装置。嗯，他这个传送装置呢，就是他守在这里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让乌贼和章鱼们不要有太多的接触，各自过自各自的日子。对，因为曾经也是打过的嘛。嗯，就希望就是避免这个悲剧再发生、就是、对对对，就是避免他们乌贼和章鱼有过多的接触来再次发生这种战争。嗯，所以说这种就是相当于给乌贼们不造成影响的同时给这个章鱼就是提供一些电力。哦，是，其实是个好人。嗯，对，是个老好人。其实他那个布偶啊全部都是这个甘鱿鱼司令手工做的。对，这个是在官方后来发出来的一些设定上提到过的。对，是，实际上他那个司令里的小屋里面啊，就是一屋子都是那个。对啊，他就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对对对，挺不容易的感觉。那是挺不容易的，突然间觉得很辛苦，形象一下伟岸起来了，很心酸是吧？对，是的。然后这个给这个就是他，我们三号以这种方式给这个整个那个地下世界换过好多东西，来提供一些这些电力上的帮助。嗯，对。这个三号的任务呢，当然实际上也就是不单纯的是这种，夺回这个电池鲶鱼，嗯，然后还要去把这种东西给切换过去，嗯，所以说其实各种意义上三号它是挺累的，对，就是两头都要安抚好，这样对，是这样子的，嗯，这个三号呢，在这种一直不断的再去拿这种新的这个电池鲶鱼，然后把老的就是老的电池鲶鱼给换回去。嗯，对，就很顺利啊，行动很顺利。对，就一关一关打嘛。但是呢，这个时候就是在大概在这个英雄模式一代的英雄模式中期的时候，传来了一则噩耗。嗯，这个有一次玩家回去的时候，发现这个司令不在了。哦，就被司令不在了，消失踪了，失踪了。但这个时候呢，就是从一号和二号终于出现了，一号和二号。发来了这个消息，嗯，说这个被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这个章鱼合作将军掳走了。哦，好吧，就是司令被绑架过去，被绑架了啊。好，不过还好了，他这个有一代和二代原著，这个其实那个甘鱿鱼司令他干的事儿也不多。嗯，是，主要是缝着布偶嘛。对对，其实主要也就是跟你通知一下你接下来要去哪里，其实这个事情让一号二号做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没错，所以说玩家也还是继续像往常一样继续去寻找大电池鲶鱼。嗯，然后去更换更多的这个小电池鲶鱼。这个终于啊，这个在替换了绝大部分的这个小电池鲶鱼之后，嗯，三号终于接近了这个敌营的总部是吧？对，敌营的总部就是这个章鱼合作将军的这个住所。对，是在天上。对，在那个游戏里面，其实大家玩过的话就会发现斯普拉洞一代就是越往后打越上，对，越往上啊，越高，对，然后越迷幻，那个场景也越梦幻的，对，而且会有那种在星空上那种，对，那种星星啊挂的那种灯啊，然后最终站就是你到了最高点，对，但是实际上这里面还是在地下。哦，对，我知道，这里面还在地下，只是给大家营造出来一种状态。好，我们三号是终于是见到了这个
章鱼河佐将军，并且看到章鱼河旁河佐将军旁边有一个大电池鲶鱼，最大那个，对对，就是那个绑在塔上。我们终于要这个到这个最终决战的时候了。是，但是我们这个三号刚一上场，就从远处就传出来声音了，这是陷阱。好，就是现在啊，那就是现在啊，那这个不用想也知道这个声音的主人是谁，肯定是这个甘油云司令啊，提醒他的这个特工是吧？对，他这个声音刚落啊，话音刚落，这个大电池鲶鱼他就被一种奇怪的装置给吸了进去。其实大家能看到，每次打 BOSS 战的时候，都是一个触手从机器里伸出来，然后给那个电池拽进去，然后就获得能源，就变形了，对对对，然后就呜就起来了，然后最后的这个 BOSS 就是吸了一个最大的，哦，然后就是最强的，对，是，而且这个具体在这个。他这些兵器啊，就是每次 BOSS 他应该叫章鱼湖兵器，对，这种东西呢在后面我们也会详细解释一下这个章鱼湖兵器它是怎么运作起来的，怎么运作，不过现在我们不说。那好，我们现在这个大电池鲶鱼是被一种奇怪的装置吸走了，然后这个时候出场的那不用想也知道是谁，对，就是最终 BOSS 啊，就是那个芥末章鱼都馋了，我感觉打的啊，再用这个山葵，就是这个那个山葵打碟儿啊，碟还挺香的。DJ 打碟，所以最后那个初代的最后一场战斗，其实那个歌啊什么的都特别像一场演唱会。对，就是很 live 的那种感觉，哦，DJ 就很动次打次那种状态，哦，然后还有一号二号作为偶像，人家在那儿一边打碟一边咣咣放那个偶像那个拳头，而且呢。一号二号呢偶像还在那唱歌啊，作为助就是给你加个油，对，就感觉就像联动了起来的那种音乐会一样，就是他们经常支持你一下，打的还是你在场里跟他打，啊，但是初代的那个 BOSS 战很难很难，对，就最终的，那个，其实还是挺难的，因为那个算是就是近些年来任天堂最终 BOSS 很难的一个关，强度很高，对对对，因为怎么说呢，就是他使用了一种就是应该是以前的马里奥的那种思路，对，因为他的那个地图设计就是他，你在打 boss 的时候，对，他打 boss 的那个每一个，他 boss 每一次移动的地点，他会有一些，就是以前曾经出现过的，但是更加高阶的，对对对，啊，对对，这个是的，这个我有机关，对，想起来了是吧？是的，都打得很史诗，确实，隐藏的那个地板呀，啊，对，啊，那种，对对，所有的之前的元素全都给你复现，对对对，全部都出现，而且是结合的很不错，而且也用的方式也比较高阶，对，所以简而言之，一场大战，我们这个玩家还是。获得胜利是吧？是的，没错。怎么说呢？这个其实打得不顺利，刚刚也不是也说过了吗？就是虽然说这个章鱼河佐将军和这个甘油鱼司令是同一个时代的人物，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章鱼河佐将军，他感觉完全没有那种老态龙钟的感觉。哦，非常有野心的那种枭雄，而且是怎么讲？这有可能是章鱼们他这个科学技术比较高，所以说有可能在这方面有一些进展也说不定。哦，是，对。当然，现在肯定不是关心这些东西的时候啊。嗯，这个女巫部队的这个三号就是玩家，就是这个时候才能知道这个时候才真正知道章鱼河佐将军究竟为什么要拿走这个大电池鲶鱼啊，不，其实不是因为，不仅仅是因为缓解能源问题，他还是要发起一次乌贼和章鱼们之间的战争，重新回到陆地啊，就是一个野心家，是，对，就是他不想住在地下啊，哦，明白，在那个时候说可以理解啊，因为实际上这个章鱼们对住在地下这件事情还是耿耿于怀的。哦，对，在当时还出现过类似于一些画家，知道吗？哦，就是就在游戏里面的那个你收集的一个图，它是一幅画。哦，明白，这个可以看一下时间轴，有一种很讽刺的那种画。哦，对，然后他就其实还是很希望，就是章鱼很希望回到地面上。对，是的，但是怎么说呢，这个好歹这个甘油鱼司令和这个章鱼河佐将军曾经也是怎么讲，应该这里面剧透一下，其实是一个曾经是好友。哦，所以说呢，这个绑架了这个章鱼和这个章鱼河佐将军绑架了这个甘油鱼司令之后，并没有做到伤害他的事情。嗯，就把他关着。对，就只是把他绑着。哦，对，其实玩家从除了最开始看到过一眼那个甘油鱼司令以外，其实他其他部分也就单纯给你一些台词，就是说，啊，你这个时候要这么做，那个时候要那么做，其实也没关卡引导。所以就是一场大战之后，这就相当于一代的战斗落下帷幕，然后世界又这个重新是和平下来了。对，然后这个章鱼将军河佐将军也被抓了起来。嗯，他们抓的方式呢是怎么样？他就是把这个章鱼河佐将军放到一个水晶球里啊，就像我们经常倒着那个摇着那，啊，对对对，就放里面就得了，把塞到里面。
然后你打那个水晶球还会冒小雪花，它还会象征性意义的挡一挡。哦，对对对对对，明白。所以这样就相当于一代的故事算是落下帷幕。其实就是玩家扮演了 New 无恶部队的三号，然后来拯救了一次能源危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也发现了这个背后的大阴谋。其实整体的剧情不是那么长复杂，也不是那么难理解，但就是很多人没有玩过，然后也就没意识到，压根没意识到有这事儿。对，或者说也受到语言的限制，然后其实就是在世界里普通的乌贼其实也没意识到有这个事儿。对，是的，是这样的。然后很多玩家已经扮演了，大部分玩家其实也没意识到，哎，很合理啊，都扮演了这个其他乌贼的这个角色啊，很合理。嗯，然后反正就是这一串讲完了，然后我们也知道一代我们能和这两位偶像是吧并肩战斗一次。对，是，但是怎么讲呢，其实这里面要说一个像是梗一样的东西啊，嗯，就是其实玩家还可以继续第二次挑战，第三次第四次去挑战这个张云合作将军嘛。啊，对啊，单人群可以一直打。对，张云可以一直打，其实这是有设定的。哦，你为什么可以一直打呢，是因为在这个甘鱿鱼司令啊他这吃点心的时候，嗯，这个对章鱼和佐将军呢，他从那个水晶球里面跑出来了。哦，对，他跑出来又把这个司令给绑架过去了，然后就再打一遍，然后就再来一遍。对，其实你仔细看那个水晶球上面是拿那个胶带贴的，那是二代的时候啊，那是二代是吗？哦，对，哦，一代的时候，但是他能出来，对，他能从下面出来。哦，明白了。对，是，就是你可以再打一次，但是实际上你打多了，那个你可以看到一代和二代，就是那个一号和二号的偶像啊，嗯，他那个反应会越来越冷淡。哦，为什么呢，就是他们觉得就是这种事情是完全没有必要发生的，而且他就只是打算就这个老头子想让这个他孙女陪陪他，对，过去看看他，哦，唱开个演唱会什么的。哦，就是寂寞，老人寂寞了想让孙女回陪陪。哦，对，就是常回家看看。有道理有道理。是这个到这里这个一代三代啊，不是，就是三号，嗯，三号的故事，就是一代斯巴顿的故事。对，就是算是告一段落。这个一号、二号作为偶像，同时也作为电台节目的主持人，嗯，对，这个播报了一下，这个大庆青年鱼他又回来了，他去哪儿了呢？也不说，对他们也没说，日子照常是过，对，还是和以前一模一样啊，演唱会召开。唯一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开机画面那个上面有，对，会多一个大，就是，多一个鲶鱼在那，哦，对，盘上去了。原来如此，就正常他应该是攀上去的。对，哦，只不过游戏开始的时候他没在，他没在。对，哦，对，世界又恢复和平。哦，对，这就是一代，所以好多人反映说一代的流程有一些短啊，或者说就单人模式就那么一下子就完了，啊，因为故事其实就那么一下子。对，但是其实主要还是从关卡设计上，其实关卡设计还是不错的。嗯，对，很有趣，对，时长也没有那么短，而且可以让大家最快的形式去了解这个游戏。对，而且是对，其实一些设计它对于让玩家就是跳跃射击啊，或者是这个快速瞄准这样子的，嗯，是的，都有一些训练。对对对，有些训练，而且是他有那种就是在浮空的敌人就会训练玩家，就是快速的抬高枪口。没错，对，对，其实他在这方面可以相当于很有难度，而且曲线很恰当。对，而且怎么说呢，他应该可以说成是一个大型的新手教学。对对对对，他其实现在很多对抗射击游戏，他的单人任务都是要就是有这个职能。所以说我觉得斯巴顿这个单人剧情其实就很完美的执行了它这个效果。对，而且怎么说呢，这类游戏你把它的那个世界观，就是说它的故事啊，嗯，说的太细也没有那么大意义。是，对，我感觉它故事真挺直的。对，很直白吧，简单直接，反正就拯救世界了。然后到二代还是拯救世界是吧？是。对，然后正好我们要说到这个，聊一聊二代，因为一代的这两个偶像嘛，就是很招人喜欢。那是，嗯，结果二代和赢。对对，然后二代就没了，没了，换人了。对，就换了。然后这中间其实还是发生了一些事儿的。对，是，就是其实他这个任天堂在设计这款游戏的时候，他有一个设定，就是这个游戏里面的2015年就是人类的2015年。哦，2016年就是2016年，2017年就是2017年。对，哦，正好对上。对，就是说我在我们没有玩这款游戏的那么就不是说没有玩啊，就是说在这款游戏没有继续更新的那段时间里面，乌贼们的世界是在发生了一些事情。哦，就是说我们在如今2017年的时候啊，就是7月份你可以玩到二代的时候，对，这时间不是过了两年吗？哦，这两年之间事儿还是，对，它是还是在发生的。对，两年后，哦，两年后，只不过玩家没有意识到，然后我们一打开二代游戏，发现偶像已经变了。那这两位偶像其实已经发生过一些事儿。对，其实一代玩家他一直在那个，就是你打完单机模式之后，你就一直在
干你自己的事儿。对，然后有绩点就嗨一嗨。对，就是其实他也很反映这种现状，就是感觉就是和你也没什么关系，啊是啊、但是只是你换到一个新的城市，忽然发现一切都不一样了。啊，对对 对, 对，没错。你发现突然间潮流风向变了哦，原来的那个地方好像没有那么有人气了哦，然后是吧？魏佑是没有那么有人气了，哦、是。然后这个来了一个新的地方，那既然大家都聚集到那儿了，我为什么还 我为什么还要留在这儿呢？那我们也去吧，也去了，那我们就去看一看。对，然后去了之后就发现，你看这个大城市，这个人的穿着也是也不一样了，和大家这个风格也稍微有一些变化。对对对，听的曲子也是稍微的成熟了一些，对，从西北亚去元素了，长大了嘛，长大了，长大了，两岁嘛，对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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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也不少。是，然后那我们就得说回来给大家讲讲，很多玩家其实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偶像怎么换的。对，是，说说这段故事。在2015年到2017年之间，这两年，嗯、这个就是相持和银，这就是他偶像这两个名字啊，他是有名字啊。对，就是一代的奥利和后太鲁，奥利是日语的。对，奥利和后太鲁，他是取自于是两种乌贼的名字。对，是奥利卡和后太鲁卡。对，一个是比较喜欢那种感觉，好像是喜欢潜沙子里面的那种，嗯，好像潜泥里的那种还是怎么样？就是那个比较容易做寿司的那种。就大家吃寿司一般都会吃到的那种白色的，就是他脑袋顶上顶的那个啊，他们头饰的那个。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他那个后塔鲁是什么呢？它是一种会发光的那种乌贼。哦。就是说，如果说就是有玩家去过就是海边去度假的话，嗯嗯，偶尔会看到就是那种半夜那种就是潮汐那种，嗯，它一片的那种，对对对，就是发光 的那种乌贼啊，就是那就是那种叫后塔鲁一卡。是怎么对的？叫银乌贼啊，那个。灰色头发比较无口的，对，我知道灰色头发的这个比较无口叫、那个、就是绿色的那个、那绿色的比较无口，对对，那个是哪位？其实我那个是后塔鲁，这个是后塔鲁，那是赢赢、哦、叫赢赢、嗯、对，那个紫色的看起来比较活泼的那个是奥利、那个、是相持、哎、好吃好吃那个好，他为什么要相持呢？他为什么要相持呢？因为这个好吃叫相持，这你也能联想到对不对、嗯、其实在国内的话就是他的别名是一种别名、嗯嗯叫相持物、嗯、对，好，对，好，这个名字就姑且介绍到这儿啊。对，就是在这两年里面，就是其实他们火也没有特别长的时间。对啊，就跟很多偶像一样，哎，好残酷 啊！不是，他们刚开始火而已，不是吧？就是并没有火特别长的时间。哦、不是说他就是他凉了，没有。不是说他们过气了啊，就是中间出了些事情，那就不去都会议了吗？啊，没去，对不起啊。还是很火是吧？对对对，就是他们火，就是最开始火到现在这段时间并不是特别长，只不过他们刚开始火、嗯、哦，明白。这个时候呢，就是他们刚开始火的话，就是有很多问题，就是他们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嗯，就啊，很多人成名之后，就跟现实里面的一些那个年轻偶像艺人成名以后、嗯、你瞬间爆红啊、哦、然后会有很多压力，会有很多事情啊、哦、对对。这个时候呢，也就是在这个他们不是被选择庆典的巫女吗？嗯，对，被选择庆典的巫女之后，他最后一场庆典，如果说我相信在座的所有玩家一定都参与过一次的庆典。对 对, 对，听这期节目的人，对，七月份的那一次，对，是来就是选择你最喜欢的偶像，对，为你的偶像来，对，相持对赢，哎，对对对，我记得这次啊，对，太残酷了，是残酷了，到底选谁呢？对，本来是一对组合呀，是吧？那太坏了，真的太坏了。任天堂不是什么好公司，你知道吗？受不了。对，我当时也忍痛选择赢呐，我忍痛啊。我就不透露我的立场了，我们就接着讲这事啊。好、嗯、好好，行、他这个最后的胜利，就是最后的结果，最后胜利的是赢。对，是绿色的那位。绿色的那位，嗯，就是很无口，而且是怎么讲，喜欢吐槽的那位。对对。有点毒蛇属性了，对对对啊，对。但是呢，这个在庆典结束之后、嗯，这两个人其实完全没有任何的，就是那种隔阂那种感觉，对、哦，就是并没有那种，就是他们就正常演出嘛，他们是一个组合嘛，对，然后也是亲姐妹，对，也是、不算亲姐妹，表姐妹了、啊，表姐妹，表姐妹，好好好，表姐妹，哦，所以呢，他们也是就是并不对这次庆典有抱有很大的那种意见什么的，对、哦，就是说其实谁赢了都会带动他们这个组合的人气，是啊。对，这是一个怎么讲，无论怎么样都是共赢的，没错。所以说这个在这个时候他们就是彻底火了啊，就这一炮而红。对，一炮而红。这个时候呢，就是甚至到了一种什么阶段，就是他们的这个电台就是已经是占用的时间太长了、哦、因为火。对，他们甚至要去参加类似于什么电视剧，
对，要去参加什么野外的那种类似于综艺真人秀，要跑通告了。哎，对，这种事，演艺公司都得经历这种事儿，都得经历这个，辛苦，真的很辛苦。对，对，是的，其实表面看上去很光鲜，背后的苦难谁又知道呢？是，其实最开始他们刚来到这个潮流之都，潮流之城嘛，嗯，姑且翻译为潮流之城啊，嗯，这个海伊卡拉海叫这个城叫什么名字来着？海伊卡拉西提。对， 对， 对，潮流之城，对，潮流之城啊，潮流之城。最开始来，他们是乡下来的哦，对，就是他们两个原本出自在那个延新地区，延新地区，西欧喀拉地区。哦，其实还是就是那种打工妹，啊，对，最开始他的确就是打工妹，就是打工妹，哦，他们是追梦啊，哦，一个追梦故事，这追梦啊，对，然后就来到了大城市，哦，然后还真的一炮而红了。对，对，其实他们在一炮而红之前是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哦，但是这个具体这个偶像经历我们今天不说，就不说了，对，对。对，只能说他们最开始是这个一直在一起住嘛，嗯，就是关系非常好，是，就是什么事情都是从来都是一起去的，嗯，但是在这个两个人火了之后吧，就是他们两个其实他们两个风格并不一样，对啊，对，就是像阿欧丽萨这种很容易就是去做综艺节目的，和这个很放得开，霍大鲁这种就是赢这种很就是他有这种歌舞天赋。哦，就他会经常各自擅长不同的事情。对对对，他就会就是邀请他们参加这个节目的这种节目组，就会也会做一些选择嘛。哦，对，就是说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其实并不是特别，工作上就会分开，在工作上慢慢让他们就开始有一些分隔。哦，对，所以说他们两个之间就是能在一起的时间就会越来越少，相对的缩短了不少。我就脑海中浮现了很多日剧的画面，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种感觉，是吧？就姐妹情深那种，是吧？就是姐妹两个突然间火了，然后对各自又很忙碌，然后这一开始大家都很高兴啊，你也找到了工作，我也找到了工作，然后每天越来越忙，越来越忙，越来越忙，就见不了面了。慢慢，就是我回来的时候你还在睡，他走的时候我还在睡，啊，就是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状态。是这样，甚至有可能就是你回来家他也不在，你走的时候他还没回来。嗯，真的很辛苦，很唏嘘啊，这个。对，然后所以呢，就是好不容易啊，有一次机会，就是这个相识在早上起来，嗯，正常情况下他是应该正常的话，他应该是去一些比较，嗯，一个比较远的地方去录这个综艺节目。综艺节目啊。但是正好遇到这个。他那边好像有艺人迟到了或者是什么其他的情况吧，反正是耽搁了。对，反正这今天早上他这个活动就被取消了，这个时候他就有时间了嘛，正好这个这个营呢今天好像正好也没有活动啊，终于有闲了，有时间两个人一起待一待啊。但是这个相持一早起来发现营不在，哦，跑去哪儿了呢？你想想这么早你出去买菜也不合适吧。是啊，对吧，你这早上他不在，然后就去外面逛逛看能不能找到啊。嗯，他去了这个电台旁边的那个咖啡店。哦，对，我知道那旁边有小店。对，嗯，记得吧，那咖啡店里面看到这个银和龙虾就是那个穿的衣服跟炸虾那样的，哦，感觉的那个，就卖鞋的那个、哦，对，就是穿那个衣服穿的跟炸锅里一样的，啊，没错，他穿了一身那个炸天妇罗虾的那种状态。 对，但是他其实那个龙虾的出身和那个他们这两个偶像那个延新地区很近，哦，这样类似就是是朋友，所以他们那个银和这个龙虾他们两个人在一边喝咖啡一边聊天，哦，这个聊得很开心，哦，啊，就聊什么呢，这个也是后面讲。好啊，不一定是后面讲，应该是下一期讲。嗯，好，聊反正聊得很开心，这个相持也不好意思去打扰人家，对，嗯，然后就这么回去了。嗯，哦，这个等了一会儿，这个莹终于算回来了嘛，这一发现这个相持没走，而且起得这么早。对，嗯，那这不常见，然后想这个问了问情况嘛，最后就说你看这就那就一起出去玩玩呗。对啊，好不容易放松一天，对，一起出去玩玩呗，相约一起在下午，啊，终于玩了一天。对，终于在下午能一起玩一玩啊，去了这个商店去买了点东西，哎，逛逛街。对，其实他们俩以前也经常逛那条街。对，然后呢，嗯，这个逛完了感觉两个人心与心之间又接近了一些。哎，这个当然了，你这逛完之后你肯定还是要回归日常生活的。对，然后就开始又忙起来了。对，就又回到了那种状态，嗯，他们两个只是中间好像又有了一点相交，然后又开始继续各干各的一些事情，嗯，对，是，然后就终于嘛，你像乌贼的世界里面也是有过年过节的，是吧？终于有假期了。对，是他赶巧这个相持和赢的这个假期挨得很近，
有三天假期，挨得很近也只有三天，毕竟他这个好歹是艺人是吧？对，这个然后这三天假期里面是，赢要先走，对，是他这个假期虽然是有，但是他这个正好错开了一天，错开一天，对、啊，所以两个人商议一下，这也没有必要非要等着一起回去，嗯。就干脆这个相持就让莹莹先走啊、哦，然后姐妹俩在老家这个汇合啊，对，回家看看啊。然后这个莹呢回家了之后怎么说呢？其实像类似于就是真正就是像是出门在外的这个人对子女回家啊，就是父母聊一些问题的话，对，就是压力挺大的。对你也不好意思在就是那能说吗？对，说自己外面多苦啊，能说不能说的对、啊、那些事儿，对呀、啊，嗯，报喜不报忧就行了。是，而且怎么说呢？这个而且他是赢是一个人回去啊，对啊，而且父母还提到了一些稍微尖锐了一些的问题，哦、找不着对象啊，这个问题是不会有的啊，那还行啊，对，那还行，主要是和那个就是相持啊，有姐妹关系的一些，所以说。这个也难免就会一个人胡思乱想嘛。嗯哦，对，所以这个莹呢，她这个当天晚上就睡得很早。嗯，但其实也还好，第二天相持不就该回来了？他是这么想的啦，就是所以说睡得很早，第二天去接他不就可以了吗？是、啊。对。但是就是到了第二天，这个相持应该来的时间。对啊。这个莹跑去火车站去接他。嗯。等了一下午。啊、哦，就电车来来往往就，就这人也没来。正常想吧，这个确实相持他经常睡懒觉嘛。啊、哦，对、嗯、他睡过了，换一班车也挺正常的。是啊，但是他继续等，一直等到晚上末班车过去，他还没来。哦，对，这太日剧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想的全都是些日剧的场面啊。对，那这肯定就是出事了嘛。啊、哦，出事了，然后就打电话找吧，找这人吧。但是他这一问，这个事务所的人说这。他是早回去了呀，对，哦，工作完事儿就走了，就走了，也没什么欢送会什么的，啊、挺着急的，也回了，对对对，就回老家了。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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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人咋不在呢？对，这个莹又开始胡思乱想了。哦，完了，实在不行，这个本来三天的假期，嗯，第三天就直接回去了，提前回去了，啊、提前回去了。对，然后这个莹呢，在电车上嘛，也干脆就使劲拿手机翻，能不能翻到消息？嗯，也没有，也没联系，就失联了，就这人就失联了，就没了。啊、我操，没了就。日剧某一集就找人找狂找找一集那种状态、啊啊、就是这种、哦、对，而且一定要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奔跑，对对对、啊、对, 对, 对，日剧跑开始了、啊、对，就狂跑回家，家里也没人、嗯、对，是，然后终于跑回家发现家里没人，嗯，对，你就你刚刚说的那个日剧的剧情，对对对，就是这种状态，家里没有人，对对，这个着急啊，对，发现好像相持根本就没有回来收拾行李的样子，对，哦，就说肯定是在路上出事，对，这路上他能出什么事呢？不用想也知道，肯定要么是和这个司令有关，对，要么就是真出事，嗯，但他要出车祸了的话一定会有新闻，对啊，那么大一偶像，是啊，对啊，那所以说这个不用想，就是一路冲向了这个直接去了那个司令的那个小屋、哦、弟弟的这个干鱿鱼司令的小屋，对，去、哦、找他们爷爷了，到地方就发现出事了、哦、那个水晶球被打碎了，哎，将军走了，这就是刚刚那个小光说了嘛，我刚才提的那个、那个、贴了个胶布，对，为什么二代为什么贴胶布、啊、因为打碎了，打碎了，打碎了、啊、是的，就芥末鱿鱼、这个、芥末章鱼跑了，对，这个芥末章鱼跑了、啊、对，这不用想也知道，这个相持肯定是被掳走了，对，而且这个时候干鱿鱼司令也不在，对，这就然后没有办法，他就只能回了城那边，哦，然后结果发现还有一个东西也没了，不是那什么那鲶鱼又没了，对啊，又没了，是，那这就不用想了、啊、肯定是又是章鱼们干的好事啊，又抢走了、啊、对，这个但玩家不觉得，走吧，对，是，对，是的，在这个时候啊，就是正好接到了二代的剧情，哦，二代就开始了，对，因为宣发也开始了，对，因为这个时候呢，你正好那个莹莹他是发现了这个出事了，嗯，对，还有这个电池鲶鱼也没了，对对，然后这个、然后正好又赶上了这个就是乌贼们，他这个潮流发生变化，就是、啊、正好工作，对，从工作不能叫工作地点吧，就是潮流的中心地从这个潮流之城转移向了这个，就是该怎么说呢？潮流矩阵吧，还对啊，一个新的地方，对，一个新的地方。它这个 square 有一个这个方阵的那种感觉啊，明白？就是嗯，反正我就是一个新城市，对，新的潮流之都，它是一个大都市哦。大都市，但是这边翻译成潮流矩阵的话，这个阵感觉有点小，有点小，但其实很大，对，能理解就 OK。OK， 嗯，对，就是既然这个
最潮的那群人，最前卫的那群人都到了这个新城市的话呢，他就肯定效仿当年这个甘油鱼司令的做法，嗯，对，站在这个下水道前面，这个到了啊，到了新城市，站在下水道上面，再找一个倒霉蛋，再拯救一次世界，然后二代才开始了。对，这个时候呢，这个二代玩家终于开始，啊、就是点开，就是按 ZL 和 ZR 键开始游戏啊。然后这个时候其实赢就已经不做偶像，专门来处理这个事了。他怎么做偶像？对啊，就把工作这边都辞了。也不能说是辞了，反正就是不能说是辞了，因为实际上如果说他辞了工作的话，他就和你一起打了。哦，有道理啊。哦，就是他工作还在做，还在做，只不过那个。相持他那边的事情就彻底撂了，对啊，然后他这边还得这个，或者说你可以理解这个事儿其实很快啊，很快就解决了，就是并不是特别长，因为对，当玩家第一次进入这个游戏的时候，才刚刚报道这个相持，终于发现相持失踪了，对啊，你第一次进二代游戏的时候，哦，对，才发现哎，就是偶像没了啊，其实事务所只是暂时的事务停摆了，对，一段时间，是他忽然发现这个有新闻那个报道了，这偶像停了啊，然后这边先拉着新偶像先上。对，其实当时啊那不是新偶像，其实他这个二代的这个播报员嘛，对、啊，我就姑且称为播报员，播报员、啊、他不是偶像组合，他是怎么说呢，和这个乌贼世界的这个两年之间的变化应该也是有关系的，嗯，就是现在更火的不是那种日系的偶像风格，而是像是欧美那边的，就是歌手的呢，实力派的音乐组合，音乐组啊，更像是音乐组合，是是是，是这样的一种，这就是二代的那两个新的偶像，一个叫，而且在这个时候吧，一个叫希美，一个叫伊达饭田，哦，一个叫希美是公主，这个伊达是饭田，哦，就是风格完全变了，对，这个其实这两个名字也是从这个生物，就是具体的一个种类取出来的，明白，希美伊卡是一种非常小的伊卡。对，非常小的乌贼，就是那就是那个小小对对小小只的那个，就是那它有多小呢？它有多小呢？差不多就是人成人的这个对小拇指小拇指的一个指节，对哦，很小很小很小的这种啊，就是这种可爱的小个妹子那种。对，然后伊达呢叫饭田，对，这他应该怎么说呢？应该是叫伊达口哦，伊达口是叫饭，该怎么说呢？就是很好吃的一种章鱼。啊，正好还是这个组合、啊，对，还是这个状态，啊、一种观赏性的小小，对，一个是观赏性的，一个好吃可能平常做章鱼丸的那种 啊，不是，他那个就是有就是有点很像米粒的那种，哦、所以叫伊达饭田啊，伊达、啊、是那个口感，对对对对对，知道了，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啊、然后呢，说回到赢的话，他就是实际上就是事务所工作暂时稍微放一放，然后要准备这个事儿，对对对 对, 对，然后又拉了个新的，就是不是三号是吧？对，三号是有事儿出去了哦。不能说有事出去，其实最开始他不知道三号有事出去了，他以为三号和那个、哦、甘油鱼司令一起被掳走了、哦、反正就是消失了，所以说要在新城市拉一个新的、啊、对对对对对、哦、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当时这个新闻播到那个报道的时候啊、嗯、这个相持失踪了、嗯、和这个大电池鲶鱼失踪了、嗯、是同时报的、虽然说只有人关心这个相持失踪了，当然了是啊，妹子没了呀，是吧，对，而且这个失踪以前也有过很多次了，对不对？对啊，鲶鱼就无所谓了，没了，不怪了、嗯、对，没了。那这个时候那个玩家终于是啊，对，其实这个地方要单独提一下，二代的时候嗯，他单独的给了这个就是一段文字，说这个前面站的那个莫非是哦，一代的时候是只给你一个镜头，就是让你看一下那里面有个人，对啊，这次发现哎有些面熟，对啊，不是二代，它下面有文字提示你那个东西应该是可以交互的，对，就是介绍，就是照顾了一些更加不注意这种细节的一些玩具，对，就因为二代开始是完全全新的平台，然后还有一些全新的玩家，对，然后就从来没有接触过斯布拉洞，明白，对，对，所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对，那然后呢，这个赢嘛，就拉着这个新的。还暂时还没拉到，因为他这个刚到这个潮流矩阵，嗯，这个找到了这个连接章鱼们的这个地下通道的这个啊，这个地下巨洞的这个，嗯，这个口通道，这个他这个时候呢，就是收到了一封来自甘油鱼司令的这个信，哦，联系上，对，这个时候就终于联系上了，就是并不是三个人一起被掳走了，对，对，这终于联系上了，发现就是。这个甘油鱼司令和这个三号，坠熊牢去了，
对，哦，出去，对，出去到一些到还是到一个比较远的地方巡逻，就是类似一种侦查和巡逻任务，就出去出个任务，没错，而且他还给你留了一点小点心，就是意思你吃点点心我就回去。哦，对，其实就是说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哦，这个银呢也就想着不能等着他们回来，对，就想着因为他的姐妹被掳走，对，这个，赶紧招贤纳士啊，对。这就是二代的开始，哦，是，对，就是你又遇到个倒霉蛋，就是闲的没事干，又开始往这个下水道里面钻，那就，对，就是玩 NS 的斯巴顿玩家，对，是的，就是四号，又是，哦，又是你，哦，行吧，对，但是官方并没有把就是相持失踪的这一段事情放在一代的游戏的结尾，对，也没放在二代游戏里，它是单独的，对对，单独的放在了一个是官网上，官网上面，哦，然后来以一个像。小说一样，像小说，像那种故事那样来说这个事情，明白？对，其实这个小说在记号上也可以直接看。对对对对对，有一套。对对对，其实有很多细节，我们这边就是电台不方便讲，就对，是的，因为有很多东西你就只适合用文字讲，你就是在这边讲的话会太碎。而且就像他们工作忙这种事儿，其实是也是有体现的。对，里面有很多细节。体现在什么呢？比如说他们去参加都会议的 live， 去巴黎。他们都去过，都去过这种做一些现场的投影演出，是都是实际上都是发生的事儿。对，这是我们能看到的，来到我们的世界来跑的通告。那对，在他们的世界里，其实还有更忙的事情。嗯，对，是的，就是其实，在各种方面，其实它设计的很现实啊。对对对，它设计的很现实。对，然后现在就是相当于那这就可以开始说二代，大家更加熟悉一些的二代的故事了。没错，对。其实一代国内玩家确实是要少很多，少很多，少没错。我打了一遍，其实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就打了一遍。对，好多人只是拿那个当做一个教学的状态，对，就是，而且主要是你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完全不影响游戏的节奏。对对对，是的。然后二代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接着往下说，这个玩家作为四号，作为四号了，又开始了一个怎么说？对，这次要是拯救大电池鲶鱼的同时，又要开始把这个偶像也给带回来了。嗯，对对。这个事儿就比较烦了，啊，就是章鱼将军又是把小电池那些都拿过来，然后又偷了一遍，然后四号又是干了一个一代一样的事儿，去拿那个布偶去换。哦，对，啊，过程没有变化，但是这一次呢，你看连司令都没有了。对啊，这是简直比一代的这个危机要更大。是，对，这个四号的这个任务，按理来说应该是要比三号还要更加严峻的啊。是。对，但是实际上呢，就是气氛还是如此的轻松和愉快，是吧？但实际上呢，就是四号有一个好处，就是他这次不是甘鱿鱼司令当他的司令了吗？对，就是由二号指挥，二号就是银指挥，这是偶像指挥。他这个偶像肯定认识很多人，哦，路子比较广，路子比较广，所以这个武器店店长武器级，哦，对，这。专门提供这个就是专用的武器，正常比赛情况下不准用的正规武器，就是非正规武器给你，啊，非常对非正规武器给你提供的，哦，所以说英雄模式下拿到的武器那都特别强，涂装都是不一样，而且可以升级，哦，对，你想想你把那把英雄小绿升级到三级的时候特别强，那个墨放出去的这个速度简直都疯了，对对对，谁要能有这一把武器哇，是那在徒弟模式就已经无敌了，对对，然后你不光是土地模式，正规模式也无敌。对对对，什么模式它都无敌。然后还有什么，像是洗洁精的那个蓄力速度，然后4K 的射程。对对 对， 对，这些都是强化过的武器。那是相当过分。对，所以说虽然流程差不多还是一样，但是这次就是有更多的助力，是吧？对，而且是怎么讲，要轻松很多。嗯，而且在这方面我要单独提到的是，其实一代的时候它的关卡设计是单独一个武器可以做的，但是二代的时候就是它的每一个关卡。可以适应九种完全不同的武器和射程，哦，对，所以说这是非常非常怎么讲，很难的，很难很难做到的一件事，嗯，设计深度又提高了，对对 对， 对，就像有一些关卡它是用狙才能过，然后但实际上你用炸弹，你用双枪，然后用丢雷，虽然说 很难啊，但是你能过，但是你完全可以过，对对对对，它是允许你过的，对，就很厉害，而且 BOSS 战设计的也很不错，更完美了，但是比以前要好有意思一些，但是。最终 boss 战是稍微差一点点，对对对，就最终 boss 战还是我们杀到上面和这个芥末章鱼将军又打了一架，对，但是而且没有一代设计的那个就是很注重地图，我估计也是一代确实说那个难度要高一些，对对，所以简化了，相对来说简化了，但是他妈的最后最终战有偶像啊，哦，对那个刺激啊，
啊，是吗？那个刺激啊！啊，好，对，在打到最终战的时候，相持，然后赢之间的、那个、对对对，相持和赢之间的还有一段演出，那是特别的好。赢拿那个狙，大狙开着那个车就过来，然后、那特别刺激的。然后那个歌一起来的时候，真的玩过一代的老玩家就感觉你没有哪一个会就是感觉没有那种触动的。对对对，因为是这个热血沸腾的那种状态、人物是很熟悉的人物嘛，对，然后又是可爱的偶像，然后。但是实际上事儿呢跟一代的事儿的流程是一样的，事儿流程不能说完全一样，因为这次司令没有被抓啊、哦、对对，被抓的是另一个然后最终战其实就相当于把这个姐妹救回来，对，然后就相当于这个潮色姐妹组合，也不能说是相当于把姐妹救回来，应该是说去寻找相持在什么地方、哦、对，然后最终找到了相持，然后发现被洗脑，因为我在这里提一嘴啊，就是其实相持和赢这个偶像组合在章鱼们的这个世界里面也有一定的人气，对、所以说实际上就是他遇到危险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对，为什么很有人气呢，就是因为一代他们最终战报那个打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就像演唱会一样，就像开演唱会一样、所以很多章鱼这个是在设定里面有说到的，章鱼成为他们的粉丝，不不不，章鱼是以为他们在开演唱会、对，那所以就成为他们的粉丝了，对，然后在这个演唱会之间有一个特别特别牛逼的事情，就是饭田当年看了这个演唱会，然后、决定当偶像、这是他来乌贼世界的主要原因，对，这就是为什么在乌贼的世界里有一个章鱼当了偶像、对，就其实大家都不觉得这个事儿是一场战争、双方都挺愉快，对，从头到尾就是乐呵，除了三号以外大家都很开心，对，就三号很累啊，三号就是跟他马似的打了一遍、对，除了三号以外大家都很开心啊、明白，对，所以这个二代的故事也是一个很轻松的基调就打了，对，是的，这个中间还有什么细节需要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这个相持啊最开始被掳走嘛，他是完全没有那种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感觉、对，就是说他甚至就是完全他可以下稿就是下令让这个章鱼们就是给自己的城市做改革规划，对，可强了，我跟你说、一呼百应那种，那是，对 对, 对，而且到处具有人气好吗，就是你类似于你在二代发现就是一代的时候其实完全没有过的，就是那种一些牌啊或者是那种桥墩啊上面就是贴着一些小东西啊，是很可爱的那种东西，对，然后你喷的墨水你会发现它里面都会有那种小亮晶片，是的，就很那种 k 拉 k 拉那种，很那种女孩子的风格，对对对，明白，但是全部都是那个相持提的意见，说觉得这里不够可爱哦，然后这个你看那些关卡有一些真的阳光明媚那种状态，对对对，那全部都是来自于这个相持的规划，相持的规划，而且他是觉得你看这个章鱼们太压抑，对，不够阳光，对，有一关那个瓶子那关啊，是是啊，这那关就我相信能给好多人玩过的很有印象，就是那种完全不一样，完全不像在地底那种，对，而且这个相持我们说实话他失踪的时间其实就按我的理解很短，对，一点也不长，但是那个章鱼们呢他怎么说呢，他很认真啊，啊，章鱼们相当认真的，就是和乌贼们那种完全就是没心没肺的人完全对立的你知道吧，是我发现了，是像乌贼这种没心没肺的就是在他们字典里面是没有认真这个词的、哦、是真的，是设定，对对对、啊、设定上就没有啊，对，是没有这个马吉梅这个词的，对，没有认真没有认真，但章鱼挺认真的，对，章鱼他们是这个非常认真的，所以说他们就是听到了这个相持来的这个意见之后就是非常认真的非常迅速的，对，就是来回应了他的这个，哦，对对，所以说把这个地下世界改了欣欣向荣， 对, 对，其实各种意义上我觉得这个相持在地底世界号召力比在这个地上要好不少，一呼百应那种，哦，明白，而且你作为玩家你作为四号，嗯，你打这个 Hilo 模式你用了多长时间，你用了多长时间就是他失踪了多长时间啊，那实际上就是就一瞬间撑死就二三十个小时，打的墨迹了也就是四十来个小时，对，然后请切换成正常的，哦，就我换句话说就打你睡觉时间我都给你算上好不好，哦，就是你就像这个四代就是四号嘛，他也要吃饭睡觉嘛， 对, 对不 对, 对，我今天过去打一场然后你就回家睡觉，就是他其实四号也挺无所谓的，是，你知道四号为什么无所谓吗，就是他不知道那个相持和银色偶像啊，对，就是隐隐约觉得有点眼熟，哦，这也是体现了这个日本现在的这种就是铁臂汉娜脸，
特别像的、哦、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个不看电视的年轻人。哦，就是你看你有电脑我看什么电视，只活在网络。哦，明白。就是、然后对于电视上的偶像并没有那么并没有得到了解。对对对，就是啊、是偶像啊，那挺不错的，挺厉害的、嗯、然后但是你问我、哦、有没有听说过，没有。哦，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对，然后所以在那个一开始那个莹问他说你有没有听过我，然后没有没有，然后莹当时特别惊讶，震惊震惊了，你知道吗？然后所以好多人都说他是过气偶像。哦，但实际上他表现的是这种日本现实年轻人的状态。对，是是，也就是怎么讲，各种方面很现实啊，真的很现实、哦、然后实际上这个故事本身就是很有那种轻松愉快的喜剧的。对，顺带一提啊，这个终于打到最后了嘛、啊嗯、这个我们已经算是接近了这个游戏就是英雄模式的尾声的时候，终于见到了这个相持的时候，嗯，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嗯，相持好像才是主角。哦，是吗？对，因为从头到尾吧，你最开始你见到的，你不是你没有见到章鱼赫佐将军。对啊，对，而是相持站的站的。哦，然后你实际上去打的时候呢，虽然相持被洗脑了，对吧，嗯，对，但是实际上那个在播音乐的时候都是相持喊 DJ 播什么什么什么。哦，这样。对，实际上就是章鱼赫佐将军就是那种跑腿的那种感觉。哦，明白。对，这就是对，还挺可爱的这么设计。对，二代的这样的一个剧情。对，而且这个再讲的在那个再多提点，这个就是、嗯、这剧情里面发生一些比较细的事儿，就是他这个戴着墨镜啊，嗯，就是他戴的那个墨镜就是洗脑的东西，洗脑的装置。哦、对，所以他为什么会戴这个墨镜呢？就是你如果说有在二代的那个收集过一些类似于小的秘密文件啊这样的东西的话，对对对，你会发现相持有事没事闲着没事干就喜欢戴墨镜啊、哦、他喜欢这个东西。对，所以这个被章鱼赫佐将军掉了个包之后利用了，就被洗脑了。对，他就闲着没事一戴、哦、他就被洗脑了。所以一代和二代中间的故事很有可能是这个相持回家之前去看了他爷爷，然后发现他爷爷不在，很有可能是这样，然后他就发现这个有这个墨镜在，就戴了一下。对，对，很有可能是这样。试一试，这是我们的推测，这个官方没有明说，这个、没有说，官方本来是留白，但是几率是很大的。对对 对, 对，然后正好就掉了包。不过不用猜，反正至少肯定是有他闲的没事干把墨镜戴上来，这个、嗯、这个事情肯定是。然后这个剑锋章鱼将军就把他给带走了。哦，对，章鱼赫佐将军，然后就有这一代二代中间的这些事儿。啊、不是日剧展开，不是中间的这事儿啊，就是二代之前的、那个、二代之前的那件事儿。对，然后当你把那个二代的故事打完了以后，然后还会有一次播报嘛，嗯、就是说那个大电池鲶鱼回来了，然后这个相持偶像也回来了，也回来了。当然，同时、啊、这次也是只有人关心相持回来了。对啊，对，真的很遗憾。哦、实际上又是一次拯救世界的大事。对，然后四号也就是和三号一模一样，是完全没有受到任何的关注。嗯，就是说又是孤身一人默默的拯救世界，只是这个万千普通的物类中的一个。对, 对，但是实际上如果按我来说的话，就是官方设定其实没有的哈，这个三号和四号应该是就是在乌贼里面有着相当高的就是水平了。哦，就是首先是高端玩家。对，嗯，举个例子怎么说呢，就是嗯，他可以熟练使用所有的武器。哦，对对，然后呢就是像乌贼就是章鱼们啊，他是有各种机械的嘛，嗯，他和就是双枪的瞬移是一样的，它有这样的功能。对，哦，对，就是你像用那种狙击枪，它移动一次，它就是它每次移动你都能准确的击中的话，就是很多很多次，就是完全一发不落的那种，就是，哦，就正常的话，就是一般是玩家的水平，就是你过去打，我估计水平也绝对不会低。嗯，所以说你就是无恶部队，哦、你有无恶部队，对，新无恶部队的特种特战人员。对，所以呢，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就是他们用的并不是正规武器，嗯，他们用的全部都是。就是来自武器店，就是武器级的那家店的，就是专门改造的武器。对，哦，然后还有说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当你用某一种专一武器通过所有 Hero 模式的话，嗯，你就可以用这把武器了。对，就可以在整个在这个对战中使用这个。对对对。但是比较遗憾的是，你的那个性能和就正常的还是正常性能，只是涂装不一样。但是真的，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在你打徒弟的时候突然间发现，哎，这个人拿的武器小绿或者是什么样其他的滚子不太一样，那个人有可能在这个对这个武器的理解程度上要高一些，嗯，而且在故事上他也是确实拯救了世界的，是这样的，虽然所有人都不是很在乎。对，哦，对，而且这里面我要提一点的是什么呢，就是在 Splatoon 里面它是有这个就是对战，它是有官方的。哦，他们是有一个协会的。对，就是说这个在对战的时候你什么武器可以用什么武器不可以用，
对，包括这个什么追加什么新的规则哦，以及这个就是类似于什么新的场地可以被选择为那个战斗正式用场地，它有一个对战的它这是协会，对，它这个是有详细规定的，所以说你那个英雄模式的武器你只能复刻并且在通过协会的认定之后才能带进去，才能卖，才能带进去哦，所以这相当于协会认定了你也算是一个熟练的武器使用者，是，然后才允许你用这把复刻的型号去战斗，然后才允许你，而且这个复刻的型号也是必须符合这个战斗标准的，嗯，就不能出现就是那种高性能的这个武器，是这样，哦，明白了，对，这个是有非常具体的设定。那我们说到现在，基本上就是《斯普拉洞》和《告一段落》《斯普拉洞二》所有的剧情方面，我们都说完了。然后大家其实扮演的就是一个特种部队的成员，然后去轻松愉快拯救世界。对对对，是这样。然后对这里呢，和一代一样，其实有个梗。嗯哼，就是一代不是那个干鱿鱼司令又被绑架了吗？嗯哼，二代其实这个香池也有又被带走的这个设定。对，他这个是什么设定呢？就是章鱼和佐将军又换了一种类型的墨镜，把它放到这个相持的这个就准备室里面了啊，也可以。然后他每次他就是相持就喜欢戴墨镜嘛啊，然后每次戴墨镜，对啊，这就是那个重复挑战最终 BOSS 的设定，这个是设定，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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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哦，也有这个设定。对，而且呢，这顺带要说一下的就是，你会发现就是即使我们拯救了世界，然后偶像都出来了，也并没有回归，就是那个偶像也并没有回归播报，是吧？ 对, 对，这个有两点，一个是这个。他们现在是偶像，所以说这个而且也比较火了嘛，嗯，这个像这种电台节目就是不太上了，对，不太上了，而且这个任务也不是多繁重，就是交给了就是新人就啊，对。然后其次一点就是好像这个银河相持在乌贼世界里面在做一些什么事情哦，还是留了一个扣子，对，就是说这个好像这个要讲的话应该可以说到就是一些国外海外玩家曾经在游戏里面挖过一些数据，其实可以判定其实这个游戏在后续是有可能会有故事更新的哦，所以说是故事其实还没有讲，对，就是其实后面有可能还会更新这个故事哦，明白，对，也是留了一个念想，可以期待一下。 对, 对，来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这个正常玩家玩到这个部分，就是算是把所有的剧情都体验了。对，嗯，其实也是非常直观的，对，没有什么拐弯抹角的这种非常不复杂的故事。对，就是救救人，救救世界，然后还有救点虽然很重要、没有人在乎的灯泡啊。对，但如果要是这样的话，这个有点太薄弱了。对，也不值得这么讲。所以说，我们要再往前推。嗯，其实，在斯普拉洞的故事那个里面，他提到了一些之前发生的事情。对，是的。就是主要体现在他那个就是你收集的那些神秘文件里，嗯，对啊，他会讲这个以前发生了什么事儿，以前的事儿，啊，对，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没有人了，哦，对啊，或者说这个世界为什么就是没有人的，大家有可能会觉得这就是一个水生动物的世界，所以这个人这种生物它是不存在的，但为什么会有一只哺乳类的猫在那儿，对，啊，对，这个就很神奇，对不对？哦，对，确实是这么想有点不协调，但其实我们这样，其实这个部分我们可以这么说吧，这个 Splatoon 的世界观是一个后启示录的世界哦，就是它相当于是现实世界，对，相当于是现实世界的哦。你就我举个例子，就打今天吧啊，就打今天来算，这个人类呢这边出了一点事儿哦，导致人类全部都灭绝了哦。那在那儿就是 Splatoon 的世界，就是全部都是在那之后的事情哦。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详细讲一讲这个后启示录部分的这种感觉，来说回之前，人类灭亡之后啊，对，就是斯普拉洞初代之前发生了哪些事情？突然感觉这个游戏的画风都变了啊。那是啊，嗯，对，你看这个最开始就是差不多，也就是在二十一世纪这种感觉，嗯，对，就是这个当时呢有这个应该是海洋学家，嗯，一个学者，对，发现了这个一个人类学者，人类学者，啊，对，没错，说了嘛，就相当于我们这边二十一世纪，人类学者。这个发现了这个海洋的海平面有可能会瞬间急速上升，哦哦，好吧，大灭亡就是会就是出大事，出现一次就是哺乳，就是对所有哺乳类动物的一次毁灭性打击，毁灭性的打击，哦，对。但是他把这个事儿那个捅到学会之后，学会就相当于一些类似于各种就是世界组织那种，对，各种组织啊，或者对科研组织这样的，但是没人信，就是他给出给危言耸听是吧，给出的证据他不足，哦，明白，对，所以说这个没人信嘛，这个科学家想，这个学者想着没有办法，
怎么说呢，这个想着这个自己反正肯定是要死了，对，怎么办呢、啊、他这个学者他养了一只猫，他想这个自己死了这个应该怪人类，这个人类他不注重我们这个很狂妄，对不对，对，这个他太狂妄了不行，但是这个猫不一样，这猫他懂什么啊，是啊，对吧，但是这个猫你看他也不知道这个世界又要灭亡了，他就得因为这个人类这个太狂妄也不采取什么行动，所以就灭亡了，这好吗啊，不合适，对，所以他就制造了一个时间胶囊，哦，嗯，这个东西科幻爱好者还挺熟悉的，那是的，他把这只猫放到了科幻胶囊里面，并且给他、啊、这时间胶囊里，对，并且给他留了一封信，哦，就是再也有可能再也见不到了啊，就告个别，对，然后终于那一天到了、这个、啊，洪水如期而至是吧，对，所以说绝大部分的哺乳生物就哺乳类动物，嗯，就尽数灭绝了。哦，就海平面急速上升，对，所以就是基本上只有一些鸟类，对，鸟禽类。在斯巴达洞里面地图土地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看到鸟，哦，但是没有别的东西，对，没有别的我们正常见到过的东西，对对对，你可以看到地图里面你打那些鸟，那鸟飞了，哦，对对对，而他们是可以活下来的，哦，有道理，是这样，对，但是像松鼠啊什么乱七八糟东西这些都没有，哦，然后就是发生了一次末日，对，相当于是一次末日，哦，这个就是人类文明彻底毁灭了，哦，人类就退场了，对，这在这个时候人类就退场了啊，但是这个人类退场了之后，它这个海平面它不可能一直这样啊，然后渐渐的又它会慢慢的往下降啊，但这个时候呢，这个陆地上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对，就除了鸟类以外什么都没有，然后植被也没有这个很快的就长回来，嗯，所以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是只有海洋生物的，那，啊，是就只有海洋里的海洋生物，对，他们还在啊，对，毕竟他们在海里面的嘛，对吧，那终于啊，就是地球上的陆地，这终于植被长回来了。嗯，开始有一些生物，就是回到了一个循环嘛。嗯，海洋生物又开始来到陆地上，这个登陆。哦，对，尝试登陆，就是在所有的尝试登陆的这个生物中，最早登陆的就是乌贼。哦，对，没错，最早登陆的就是乌贼，同时应该还有章鱼。嗯，其实我个人倾向啊，就是。他没有详细的设定，不过我个人倾向应该是章鱼要更早登陆，为什么呢，因为我刚刚也说了嘛，乌贼和这个章鱼它是属于同一科同一目的，但，同一科的，但是它这个是一个是八万目一个是十万目，嗯，对，这个章鱼其实它的这个智商是很高的，非常非常的聪明，对，就是它和就是一些哺乳类动物的智商是差不到哪里去的，对，所以说就是可以说是这种软骨生物可以说是海洋生物里面智商最高的，对，这个确实见过一些，对，也很符合游戏里面这个就是章鱼的科技，造东西，啊，对，最高的这个设计，你想一想在游戏里面章鱼的科技要领先了其他人，确实，而且他们可以利用那些机械和机械呀，啊，人类遗留下来的，对对对，哦，有道理，为什么可以做出传送装置，哦，也是，哦，为什么可以在地底盖天花板，哦，那种天幕，啊，那这么一看在就是在这种暗示就是说人类灭亡的时候它的科技水平其实也挺高的，对，是的，但是很遗憾就是还是抵挡不了大自然的威力，哦，没错，对，啊，对，这个只能讲这些乌贼现在用的都是古代遗迹的文明，哦，明白，对，就是非常有那种，对，确实很科幻啊，对，很科幻那种感觉，反正就是乌贼和章鱼就上了陆地，然后上陆地，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最开始就是应该有一幅图啊，大家应该差不多都见过，那个章鱼是乌贼是怎么一步步变成人的形状的，啊，没错，见过那个图，还挺奇怪的，对，挺讽刺的这种，对对对对对，但是实际上这个在章鱼里面也有这样的个体，哦，就是它也可以变成人，如果说你打过英雄模式的话你应该见过那些就是章鱼妹子带海带的那种，对，那个章鱼应该也见到过。在正常情况下，我们一般认为这个章鱼可以变成人形的，应该只有女性人物。哦，就是只有雌性的章鱼，哦，可以变成这个就是人形。人形啊，明白。但是呢，这个章鱼嘛，它这个章鱼不像乌贼一样，乌贼它是属于有性繁殖。对，哦。但是它这个章鱼在 Splatoon 里面，它是切断一根触手，然后就变成一只章鱼。就是所以说，我们会看到很多英雄模式里的怪啊，都是一根触手，就是它被切了一半那种啊，这个触手或者一个眼球那种，哦，对，是那样的小状态，啊。所以这算是设定，不过设定我们就差不多可能会下期详细给大家讲，对对对，啊，怎么讲？对，就讲回到设定，甚至有可能会觉得有些玩家觉得啊有点猎奇。对，不过我们再说回到这个乌贼文明的这个演化史，这个在。这段时间过去差不多这个时候应该算是最开始的一个时代，就是登陆时代，嗯，
所有的生物都开始城市登陆，就是来到陆地。嗯，但在这个真正的就是发展出来就是有智商的一些生物的时候，就是他们开始像古代的人类一样，就是非常非常古老的人类啊，就是那种甚至没有发明文字的，就是会说话但是没有发明文字的那群，就是终于算是制造了一个，就是在这样一个阶段吧。但是终于呢，在后面是进入了起源阶段，哦，就是终于这个时候开始，人类有一定的这个智慧，乌贼开始有智慧，然后发展，差不多就是乌贼们，它其实就像人类发展一样，对，它已经产生了一定的智，就是智慧了，而且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在这个 Splatoon 2里面，就二代里面出现的那个鲑鱼，哦，这个时候就有鲑鱼，鲑鱼在这个时候已经开始登陆了，哦，鲑鱼也登陆，对，而且他们是非常具有侵略性的。啊，攻击性很强，对，非常具有侵略性的，就是在当时有一种那个真鲳，是一种鱼类啊，嗯，这个曾经写过类似于这个人类的这个启示录一样的那种文章，里面有特别，特别提到过这个，这个鲑鱼们出现的时候，这个天色发黄，像我们这个啊，就有点像我们的宗教书一样，哦，不，就像我们这，我们去打工的时候不是都，啊，都是啊，就是那个样子，对，就是那个样子，哦，天色发黄，然后这个。红色的就是那种橙红色的那种鱼就会开始吞噬整个大地，哦，哎，这个挺有范儿的写的啊，对，就是那种感觉，而且这个写的那个文风也很启示录，嗯，就在这个，就在这个状态下，就是可以说是那种预言书了，就是这种状态下，就是留下了一定的就是文明一样的东西，就开始留存下来，早期文明类似，对对对对对，嗯，这个东西呢，就是在这个时候鲑鱼们就已经产生了一种就是设计，就是它也是使用了一些就是古代的人类的，就是摄取了人类文明的，人类已经变成古代文明是了，啊，对, 对，已经摄取了古代人类文明的一些设计，就类似于这个叉子，锅子什么的，对，然后这个不是你看到它每一个标志性的就是地标性的东西都是那种烧烤，烧烤，啊，烤串，在这个时候它就已经确立了这方面的大方向了啊，就是这个文明的基础就是烧烤流了，这个，啊，是的，这个，没错，就是这样子，啊，好吧，还挺香的啊。这个时候就是鲑鱼第一次出现是已经在相当早的时代了，嗯，对，然后呢这个在后面嘛，就是乌贼们也是，对，实际上真鲳比乌贼进入文明时代还要早一些，嗯，对，只不过我们现在在游戏里没有看到他们，对对对，然后这个乌贼们嘛就是也进入了这个有文明的时代，嗯，开始出现了神，信神这样的东西啊，就是有信仰啊，文明的这个成熟，在这个时候呢，它这个好像是古代人类文明留下来了一个打印机，啊，就是没错，就是打印机，传真机啊，传真机，对，它留下了一个传真机，这个传真机非常神奇 啊，它可以收到就是我们现在的人类就是发送的那个信号，哦，它我们现在人类发送的信号传送到了一个距地球1万6000光年的地方，哦，然后被折返回来，折返回到地球，哦，就是正好这个时间跨度是12000年，12000年正好啊，哦，在这个时候就是它，这是平行世界了，对对对，在这个时候这个传真机可以收到这个信号，并且把这个那个东西打印出来，哦，然后当时的这个在当时这些乌贼就会感觉这是天启啊，对，确实是天启，这肯定是天启，是天启，吓死我了，这是天启，然后这个就是开始了那个为了这个像是奉神一样的这种感觉吧，就是，啊，学习他们然后膜拜这个东西，对，然后就开始产生了，这个时候就已经有祭典的存在了，哦，这就是炎心节，哦，祭典就是从那儿来的是吗，对，啊，就是一个打印机里传真机里出了上古文明的字儿，对 对, 对，学习学习啊，就是这个，也有可能是图 啊, 啊，什么保暖内衣对那个保暖外衣 啊, 啊，这么来的，我的妈呀，是的，就是这样子，啊，就是今年寒潮了怎么办呀，啊，那个薯条还是鸡块 啊, 啊那种事，对，像他们都不吃薯条和鸡块是吧，对啊，明白了，是这样，你见过吗，没见过，对对吧，对，就他们是这样子的，哦，原来如此，然后呢终于呢就是在这种信神的时代，终于就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开始了类似于那种，有类似于哲学理论啊，嗯，一些开始研究一些数学这样的，像古典时代，嗯，我们姑且称为古典时代，哦，就像文明发展一样，进入到古典时代。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已经在这个庆典，就不光是庆典会有墨水战争，这个墨水战争已经在这个时候作为一个非常，这个，文明的一部分，对，文明的一部分就是相当于是一个活动了，应该是在早于这个乌贼现代的这个2000年左右，对，就已经出现了，就相当于我们人类的公元时期左右，公元零年时期左右，公元元年，
十几左右又已经出现了这个墨水，用墨水来争斗。这个对对对，这个在游戏里面也有体现，就是一个文件上面画的壁画。哦，对，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确立了4v4和这个现实用墨水来比哪个这个面积更大。对、哦，所以大家在涂地的时候啊，请怀着一颗敬畏的心啊，是这是这个对，不要那个站在那儿发呆，然后打个300P就站在那儿不动了啊，这是基础啊，这是历史，是传承啊，小心点遭天神那个那什么。对，而且吧，讲一个那个就是猫嘛，这里面猫是出现了的，对，在2000年前猫是出现了的。哦，就是从这个时间胶囊里出来了。对，这个时间胶囊就是说，现在的乌贼距离我们现在的时代过了12000年。对，但是在2000年前，就是正好过了10000年，可以推测这个时间胶囊，时间胶囊定的是定了10000年。哦，但是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 bug。哦，猫怎么能活2000岁呢？是啊，对啊，这个东西讲的是比较黑暗的，我们等最后再说啊、嗯，我们等最后再说，这个是相当黑暗的一个部分。好嘞，反正这个猫是活下来了。嗯，对。就是说这个时候他这个作为这个猫，就是这个他就是我们就是游戏里面经常见的裁判猫嘛，他就已经出现了。哦，那个时候就作为裁判，对，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作为裁判了。他有这个就是一眼就可以分得出来哪个有100%几哪个有100%几的这个。哦，哇塞，不愧是科学家的猫。而且他作为这个哺乳类动物，猫是吃什么的？是吃鱼的。那你觉得这个乌贼们敢碰这个猫吗？哦，那都供起来了。哦，然后就这么就供起来了，所以这个猫就变成了这个世界的神。哦，啊，他们信这个，对啊、也不能说信，只能说他现在已经供着这个，一种吉祥物那种感觉。对对对，每个人过去就是要和和气气的啊，拜一拜、啊，拜一拜，然后还要给点吃的了，你们啊，是这样，这种对。所以说，这是猫哥在乌贼世界过得还挺舒服的，2000年过得都很舒服，不错啊。然后呢，这个差不多就是到这个时候就应该是进入了乌贼的中世纪了。嗯，这个要开始进入乌贼的中世纪的话，就是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出现那种就是画作，哦，就是有艺术了，艺术作品，对，已经开始有艺术了。嗯，有画作，就是画的这个是鲑鱼的大迁移。哦，这个时候出现了鲑鱼大迁移。对，鲑鱼大迁移其实是有周期的。哦，对对，就跟现实的鲑鱼，对，和现实鲑鱼有迁移有周期是一样的，但是跟现实世界里就是我们现在二代的乌贼们就正好遇到了这个啊，所以才有打工的战斗，对，才是有打工哦，遇到了迁移期哦，对，这个正巧这个鲑鱼打死鲑鱼之后，它这个出来的这个鱼籽儿啊是可以作为能源的。哦，然后这时候大家打得不亦乐乎啊，那是，所以这个打工就是、啊、对吧，黑心熊老板啊，也是很有历史这个传承的是吧。对对对，那个时候就已经出现了。 对，是的，而且这个是70年一次，这个鲑鱼、哦、鲑鱼大迁徙70年一次。哦，这个也就是说在死不拉洞三里头可能就没有这个啊。是的、但是他没有说持续多久、对对对，他要持续10年呢。对对对、啊、我们还可以接着刷。对对对对，哎，有道理啊，可以啊。对，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鲑鱼们的那个兵器就已经出现雏形了。嗯，就是锅碗瓢盆。对啊，比如说塔的、那个、鲑鱼用的是这个厨具，厨具啊。是的，他们不能喷墨嘛，所以他们只能用物理攻击啊。啊，就是拿锅就嗷啪你啊，行。就是那个你们这些打工一般是经常会遇到被一平底锅拍死啊，就是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时候也开始了。嗯，然后呢，这个时代再往前移，就是已经到了这个近代史。嗯，对于乌贼们来说应该是近代了。在这个时候啊，这个就已经是在章鱼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研究章鱼湖兵器了。嗯，哦，章鱼就是对这个时候就发展比较快，应该是已经是到了我们人类现在的水平了。但是这个乌贼们有可能还要再往后推迟个100-200年。哦，那章鱼是先实现了类似工业革命这样的技术飞跃。对，是这样子的感觉。哦，这个时候他就已经领先这个平均的这个科技水平10几年了。嗯，这但而且这个乌贼其实在这个时候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们那种懒洋洋的没心没肺的这个风格应该会、技术应该会落后的更多。是，我觉得是。对，是的，就是说这个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设计这些章鱼湖的兵器，这个依靠着自己这个在水生动物中最高的这个智商，来设计这些兵器。发展很快。对，但是他们就并没有那种很强的侵略性。哦，只是研究研究。对，研究研究就是意思一下。啊，是。然后呢，这种，在这个时候嘛，近代了嘛，就是已经开始出现生物学家了。哦，开始研究，开始出现生物学家了。哦，不仅研究自己，还研究这个
古代生物，哦，有化石了，这个时候，哦，对对对，就有人类死去的人类化石是吧？这个时候那个乌贼挖出了人类化石，发现了这是有非常多的骨骼的一种生物，而且是它的头盖骨特别的那个厚，嗯，但乌贼也没有那么多骨头是吧？乌贼哪来骨头？对，一个软体生物，对，根本没有，压根没有骨头，它其实它中间有一个那个鞘啄，对，就是那个东西，它那个啄是硬的，所以你看那个乌贼那个牙嘛，对，它的牙是硬的，是硬的，对对 对, 对，然后他发现人类，哎，有这么多骨头还挺神奇的。对，他们是怎么推测的呢？有这么厚的头盖骨，他们的智商一定很低，嗯，有道理，说太对太对，太懂了这些。还有那个就是挖掘出来的那个这个古代的这个化石啊，嗯，旁边还放了一个 VU。 对啊，好，我见过这张图，对，你见过吧？啊，好。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啊，就是再往后了，就是已经快彻底接近乌贼时代的这个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了，啊，这个时候已经有研究所的存在了。哦，这个研究所里面就是开始保存古代文明的一些遗物。嗯，对，然后包括了这个当时这个那位学者留下的时间胶囊。哦，这个地方又有矛盾了。嗯，这个时间胶囊里面，他那只猫不是应该已经出来了吗？是啊，对，这是为什么呢？对啊，就是2000年之前你已经出来了，就拿你这个时间胶囊，你出来一段时间进去，出来一段时间进去，2000年你差不多你也该死了。对啊。就是这个部分我们还是要留到最后说啊，还是要留到最后说。我只是在这里提一下，嗯，大家他这个时候已经出现了这个就是发现了这个胶囊了，嗯，这里面确定是有一只猫的，嗯，而且在这个时候出了一次事故，那个时间胶囊电被断了，哦，哎呦，被断过一次，断过一次电，是谁干的呢？临时工啊，这么明确啊，就是临时工把那个。电源不小心弄断了啊！是的，哦，好吧，就是把插头不小心拔了，哦，好吧，就是那扫把一拐啊，这样的感觉，好吧。对，然后差不多也就在这个时期啊，那个乌贼们已经开始从事航天业了，发展真快。是的，在这个时候，这个里面的科技好像发展是跳跃性的，跳跃式啊，还真是，毕竟是它是有古代文明的知识的，对对对，像我们人类它是什么知识都没有的。是，对，他们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发送航天火箭，并且在卫星里面包含了一些类似于声音之类的东西，哦，嗯，就跟人类刚刚开始，对对对，和我们人类 对, 对，就是相信着这个宇宙中还有另外一个我们。好的啊，就是很有道理，啊，对，去尝试着接触其他那个外星外生物。嗯嗯，在这个时候就是已经开始了这个航天业的发展，并且是就是已经彻底进入了现代化时代。嗯。就彻底进入现代了。这个时候呢，就是相当于我们人类的1990年了。这个时候世界大战开始了，哦，这个海平面上涨了，再一次上涨，然后陆地就又小了。对，这个时候怎么办？打，哦，因为最大的两个种族，一个章鱼，一个乌贼。哦，对，这样我们就圆回了一开始的，啊，我们在节目最开始说的。但是还有一个东西圆不回，就是为什么乌贼和章鱼不能下水，不能下海？哎，对，这个我们等下一期再说。等下一期我要详细讲设定，不过现在大家记得这个乌贼和章鱼。对，现在它不能下水，所以说只能争地儿，那没办法。对，然后就打起了这个大的圈地战。对，是这是打了一场非常时间非常长的一次战争，而且在这次战争的时候，这个 George 就是这个裁判猫，嗯，就已经参战了。好吧。猫也挺老的哈，那是够老了，是够老的。而且呢，这个时候呢，就是最开始嘛，我们也说了嘛，这个乌贼的科技啊，简直对啊，比不上这个章鱼 章鱼啊，这章鱼科技在，而且你看章鱼的那个行动力，对啊，说干就干，是啊，对啊，总感觉不像乌贼能打赢的样子。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出现了什么事儿呢，嗯？就是乌贼们一直节节败退啊，对啊，都已经被直捣黄龙了啊，马上不行了，马上就不行了，他们那个。就是有那个章鱼湖兵器嘛，我们也都见过的。那个章鱼湖兵器，就一路往前打嘛，嗯，拦也拦不住，打得越来越长嘛，对不对？啊，有个问题啊，哦，那个电源线不够长。什么？屌吗？它不会用电池吗？啊，电池不够啊！啊，是电池不够，电源线不够长，它那个就掉了嘛。啊，然后就把插头拽掉了。啊，对，然后这个乌贼们就第一次开始。就反击了，就开始反击了，对，开始了胜利的号角，嗨，
是的、就是，我还以为怎么多多那个多史诗是吧？多史诗说我们已经退无可退了，什么什么，然后那边啪断电了。对、啊、对，所以那个章鱼湖兵器变成废铁块。对啊，所以这个乌贼们就打了回去，打了回去，然后就打赢了。那没那么快啊、哦，但是就是至少在这时候就开始了反攻，是吧？对，开始了反攻，而且这个怎么说呢？那个时候你要知道，这个乌贼和章鱼都是可以复活的。哦，都是，所以他们打的战争其实是完全没有任何伤亡，也就不存在、啊、小打小闹是吧？就不存在损伤的，就是除了电以外，没什么损伤的。对，好吧，打得这么快乐啊！对，他们这圈地大战，也就只是按这个谁这个地儿大，对，就是就跟一次大个的这个，就也叫圈地大战嘛，只不过是圈地战大了一点嘛。对，你就想吧，把所有地图拼起来，然后我们涂一次、哦、死命的涂啊，看谁大啊，就有点类似拿战地那个程度打斯巴痛，说哎呦我太牛逼了，想想就这么有爽不爽？40人对40人，对，然后那坦克开长时间还能把电源线拽掉，啪就停了，哇塞，当时怎么这么有意思呢？是当时太有意思了，是的，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呢、嗯，这个在当时啊，就是第一代无恶部队出现了，哦，就这个时候出现，这个时候他的司令是谁？就是甘油鱼司令，甘油鱼司令、哦，对，没错，这个时候出场的啊，这个时候就相当于这个散漫的乌贼军队当中，对，而且这个乌俄部队里面是谁呢？第一个，甘油鱼司令，对，第二个武器级的爷爷，对，武器老板的爷爷，武器店的爷爷，哦、他也参，第三个和第三个和第四个分别是自己的儿子和那个就是。应该算是儿子吧，对 对，差不多，应该要么儿子女儿，或者是干脆就是儿子和女儿，对，就两个人都是家人，家人、哦、对，然后他们的这个武器啊，就是当时被这个武器级的爷爷设计的，就是14式竹筒，哦，对，就是那把竹筒，对，那是经典老枪，最强的武器，对，哦，哎，就是那把武器，是这把，对，在那个时候是第一次出场，我们以后玩的那是什么复刻版，哦。明白，我们经典名枪反复出一出，对对对，多去练一练，而且还加一丙丁物级更新。哦，原来是这样，因为是有传承的，这个、对，卖多卖几次，对 对，可以，对，是这样子的一个设定啊、哦。然后就是，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哦、这个无恶部队就是打的应该算是最传奇的部队哦，战功赫赫，对，战功赫赫，最终是成功的在这个George 就是裁判猫，因为裁判猫是站在这个乌贼这方的。哦，而且它还是哺乳动物。对啊，对对，所以最终它这个乌贼们就打赢了，就是在裁判猫的带领下就打赢了。好吧，但是这个在乌贼们的学界里面是怎么认为的呢？最终决定这个就是胜利的是什么？触手的数量。好吧，就是因为他们是因为他们十万目啊，哦，章鱼是八万目啊，啊，所以我们赢了 所以他们赢了。行吧，啊，是这样一个，你说的通，你有理，然后你打赢了。从此以后，章鱼们。败了，被赶到了地下世界，地下去，哦，对，然后接上了一代初代的剧情，对，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其实还要再迟一点、因为这个时候呢差不多就是甘油鱼司令的两个儿子女儿嘛，估计也是一个结婚了一个嫁人了，这个时候他孙女就出了啊，孙女出生，孙女出生了，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孙女俩又长大了之后去参加了一些那个小节目啊、哦、就开始这个追梦之旅了啊！再、哦、开始一代的故事，在开始追梦之旅，在那之后，才是这个章鱼们、那个、要反攻了，要反攻。这个时候是就是章鱼在地底已经发展一段时间了，但是没有办法，就是啊，它这个能源不够。哎，不过那个我们一直说那个充当电池的鲶鱼是什么时候出现的？那个鲶鱼应该是大概在100年前啊，就差不多就是圈地大战的时候。哦，出现了，在当时，对，就在当时出现、哦。我想也是，如果有他就用那个了，何必还要插线呢？何必插头啊？不是那玩意，你想长那么大要多少年呢？哦，也是，所以那个、你想多大啊？所以那个时候比电池还大。对，所以那个时候还不能用。那时候不能用的，那时候有小电池鲶鱼就不错的。哦，所以主要还是插线的。对，对，要插线的啊，而且这个对吧？何苦来呢？你说这帮人啊，所以就是这样，这个乌贼的文明其实发展的也挺快，然后很快就到达了这个斯巴通一。这个，而且要按就是从生物进化学的角度来讲，就12000年进化成这样也是有点过快了。对，蹭蹭的。对，你要讲受了什么辐射影响还是有可能的，是吧？哦，还真是啊。对，但是莫名其妙这故事就让它圆上。对，它就是这个故事就是这样。它有一个特色啊，Splatoon 这个系列啊，你可以想到所有不合理的设定它都自洽。哎，它真的是。从现在来看就是很自洽，就包括这个乌贼它可以穿过这个铁网，对，它可以掉到水里面，它会溶解，或者是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设定，其实它都自洽。然后在下一期的这个，下一期我们给大家详细讲各式各样的设定，对对，
然后再讲。这一期我们就主要聊一聊这个故事，让大家。但是我们没聊猫。对，那只猫这个聊是吧？就我们刚刚不是说在最后聊了吗？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太过黑暗，知道吗？哦，那我们就下放到下一期也可以，也可以聊一聊。这那如果说这个时间还可以的话，哦，时间确实有点长，其实对，现在有点长。对，那就留下一期讲，因为的确有点黑暗，我不想给这个新玩家留下太不好的印象。那就大家敬请期待下期，我们这个把故事讲完之后，我们再直接详细的讲《斯巴达里》这个各式各样的设定。对，好，这一期的故事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荒诞而又那什么快乐的故事。对对 对, 对，大家就是玩的时候不要什么有心理压力，就是很有意思啊。对对对，想一想插头掉了什么的。对对，好，那我们就谢谢月半老师来的这个故事的分享。哎，我们下期再见。嗯，下期再见，拜拜拜拜。